Hello， 我是善盈啊，今日终于搬到嚟韩国嘅新屋啦，不如带大家睇下我哋嘅新屋。呢个就系我哋嘅韩国新屋啦，就见到个鞋柜，几阔咯，仲有柜啦，微波炉啦，佢呢个微波炉咧真系好惊喜咯，因为佢呢啲咧。有啲掣咧係講到明，啲拉麵啊、冷飯啊係撳啲咩掣咯，所以勁方便咯、啊。即係我哋唔使話要特登要睇啲幾多時間。好啦，嚟到呢度門口嘅右手邊廁所，帶大家嚟睇我哋嘅廳。呢個係個衣櫃。買咗好多衫入去，跟住呢度啦，有個大，我哋買咗好多啲護膚品啊呢啲。咁下面呢一個咧，其實係電視同埋電腦二合一，咁個房東就包埋電視同電腦嘅費用嘅。你睇下个墙，超靓啊！其实都几大，瞓觉都够瞓嘅两个人。我哋瞓觉系劲凉爽。咁我今日讲嘅嘢系咁多啦，下次再分享多啲关于韩国嘅嘢啦。记得 like 我嘅影片 ，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 同埋 follow 我嘅 IG。안녕。